栋栋的矮房结笔鳞次，斑驳的墙面剥落，露出红砖，再再诉说岁月流逝的痕迹。民国五十年代，为了安置来台的大批退出役军人能自给自足，政府特地在县西乡临海的区域设置隔离养殖场，并交由看管，因而得名隔离兵营。虽曾因破旧而荒芜，如今华丽转身，成为知名的人气打卡景点。这里的窗无疑绝对是摄影人最爱取景的必拍角度之一，窗框由远至近，前景深，层层重叠，拍出来的画面有说不出的迷人。就如那句名言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隔离兵营即便迟暮，一人雄伟昂立。